得树林区模范父亲表扬的爸爸们，每一位都是盛装打扮，和陪同的家人们一同出席属于荣耀时刻的表扬典礼。这份荣耀不只属于爸爸们，而是社会各界敬重父亲角色，为家庭、为家人的努力付出，以及从事社会公益，足以称得上是社会楷模。父亲啊，都扮演这个严父的一个角色，所以啊，我们在我们市民里面啊，选出21位的模范父亲啊，来代表我们树林区的啊今年的楷模，来让他的啊家庭子女啊了解啊孝道的一个重要。获奖的光荣时刻，爸爸们轮流走上台领取荣耀。过去这数十年对家庭的默默付出、努力打拼，其实子女们都看在心里面。因为父亲不只是一个称谓，而是具有多重的意义，带领家人成长、守护家人安全，所有的种种都是来自父亲对于家庭的经营，才能够让下一代平安长大。了了，得了，来到台北，来到树林，来去做工用请，为了囡仔的生活，工家会做啊，才尾啊，到3-4年了后，才出来家己有做生意。做生意了后，啊，才或者囡仔有做生意有赚钱，才有一间啊厝，啊，才或者囡仔读册。那现在我已经也为人母了，然后知道爸爸真的到现在还在担心我们姐弟这样，因为我两个弟弟哈，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就是能够照顾小朋友，然后让他孙子越来越好，也就是让我们成家呢越来越好。那我也在这里告诉爸爸说，哎，不用担心，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。每一位父亲都有扛着家庭责任尽心教育子女的感人故事，以这一些得奖爸爸们的感人事迹，期盼教育下一代以此为准则，让更多的准爸爸学习，和另外一半持续打造温暖的家，守护子女成长。记者林立吴志恒树林报道。